看一下这个排名，他就是一个武将，对吧？我这武将能不能突破100级？我看一下战力榜。哦，这个人是101万，这是90万。完，不行，开不消费，停止下。这人宝我还是没少花的。后面还有吗？没有了，就没有了。开服连冲，领取累冲返利。哦，累冲的，这里给了不少东西。好的，啊，这里又是2888，有毒吧？这就是魏国的郭嘉，对吧？郭嘉，哦，充10000可以领取，直接死心了。等等看，我现在这个战力好像不太容易提升上去了。我就选魏国的呀，随机合成。你看这里所有英雄都有的，但是为什么只给我魏国？你看，嗨，给两个魏一个蜀，还凑合吧。郭嘉来一个，给这个郭嘉怼上去。哦，郭嘉专属礼包又是648，你就是真元衍真来的。这个郭嘉648我已经买不起了呀，除非我再去充钱，对吧？这现实礼包，一步。不得让你越来越想氪凡人，不氪前面花的钱就亏了，对吧？好不容易得到一个这个国家升级需要武将，我看一下，黄盖是吴国的，不要。那这个两个吴国的蜀将，吴国的将领我不想搞，我估计以后这个五星的也可以被分解做这个素材的。合成张良、颜良、华雄，其实。啊，现在不够了，只有4张卡，需要5张卡。哎，完，招募送礼，使用10个招募，这里有好多东西。好，还要再招募200个，对吧？我们再抽取14。哎呀，这就是之前那个高级招募，只是入口不太一样，给个黄色的。你有毒吧？这游戏又开始犯病了。哦，给了一个蔡文姬，群英赚的。武将背包容量不足，武将背包容量不足。我靠，这里面武将太多了是吧？还有流放重生，这怎么搞？好，给了一个贾徐还是贾雨，孙坚又来一个，啊，可以合成一个黄盖不要啊，完。我先给曹操升级吧，这里可以进阶到101级。啊，这里一下加了14000的战力，刚没有看错吧？好，这里哇，145级，我来了。好，武将等级已满。好，出来看一下，武将等级已满。我们现在是第四名，我已经是第四名了。我就想偷他们一个榜一，让他们爽爽，你知道吧？我应该是把曹操升到7星，对不对？把他升星之后，他这个上限就解锁了，肯定是这样的。游戏的玩法肯定没有错。曹操如何升星？啊，需要4个5星的啊？他需要魏国的4个武将吗？快速选择，对吧？升一下。刚好升星，升到7星武将，加了20000战力，不错。哦，6星武将，哇，都是要魏国的，我的天，我的天老爷！然后这里还可以强化，又有16个。他一个这个石头就相当于代替了一个这个青龙剑的，啊，不够了。7星205级，哦，我知道了。如果我今天能到8星的话，我就能抢榜一，对不对 ？OK 啊，来升下这个星啊，但是这个经验单。经验可能不够了，这是武将经验，对吧？啊，武将100级啊，要升到8星才是205级吧？你们净骗我，我需要搞第二个魏国武将了。我今天剩下所有的钱，看一下，这是7星养成礼包128，买一下吧。9星才能抢榜一吗？5星礼包，没关系，我还有好多的元宝，对不对？这些元宝我拿去搞一搞事情，这装备无所谓。9星205，哦，极其稀有的武将任选礼盒，
还可以随机获得一个这个东西。任选就没了呀，榜一没戏了呀。我看一下，榜一，对吧？我现在和榜三差不多。他应该是怎么办？我这个元宝其实也不太多，招募送礼，继续招募呗，对吧？哎，我谁能告诉我一下，这武将满了怎么办？花费100元宝扩充5个格子，那我舍不得，对吧？直接把这些分解成碎片，是不是？蓝色的，啊，还有绿色的，我的天，绿色多流放啊！那蓝色怎么办？它竟然没有 BGM 了，合成也不是都能合成的，是不是用这个碎片盒？哦，不对，我就用这个卫国对吧？哦，卫国可以合了吗？这个武将我没有，三星武将倒是很多，只能全部流放，我舍不得。这个蓝色武将太多了呀，全部，快速选择啊，对吧？快速选择，蓝色的分一下，好，差不多。怎么没有 BGM 了？我们重启一下，天下会武。又是这魔性的音乐，来前往招募。魏国怎么不留着？因为都多，都太多了，我还要再抽呢。不着急。好，给了一个曹操。哎，不错。然后这里，不，点错了。碎片，啊，不管它。然后这里，五星随机又来了，开服领取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我觉得之后应该每天一天一个小游戏，啊，都花那么多钱，差不多。你们别担心，游戏你们说到的都可以试一试啊。合成，征战大厅，招募领取500字，怎么招募啊？羁绊好礼是在这儿啊，是给好礼，我知道了。这羁绊好礼是在这儿，玩。第一名，且等级到145。我其实今天到205级应该问题不大，知道吧？我随便合一个。我现在需要一个魏国的，比如说啊，这个张合没有见过，哎呀，就不能指定。给了一个吴国的，我偷。完蛋，黄盖我不需要呀，好难受。排行榜。这里是摩拜，摩拜给些铜币是吧？就是一个仙仙，一个乐安国，这两个人啊称霸的这个游戏，我想搞一搞他们。前往升星，小乔升到6星，消耗礼包，不是消耗元宝，买些礼包，8星礼包。我看一下现实的30块钱买一下。魏国升星需要魏国的武将，魏国的我还需要一个6星，甚至还需要一个7星的，好像真的素材不够。1元礼包，这个先不看。这个装备还可以更换一个金红铠甲，换了以后加了13000的战力，有点牛。更换，这个只加295，这个红色的。果然是厉害的，升一升高能重生，好像不能。我现在随便找一个武将，哎，比如说这个典韦，对吧？把他升一下。他需要一个哦，贾诩，他需要4个武将呢。等等，我今天应该进个前三啊，只能进前三了，非常抱歉。背包里不是有箱子吗？这里我还有20000的七，就相当于2700块钱。这个是可以选一个。那肯定选这个呀，对吧？典韦，治疗武将荀彧，还有治疗的哇，这个还讲究阵容搭配，哇塞，神器自选，这个就选青龙剑没有问题，这个无所谓的。这个铠甲夏装我比较缺，随机是随机的，然后自选4星橙装，来个头吧，自选1星红装，哇，来个夏装，可以的。武将碎片，
肯定是选魏国的。招募礼盒可以随机获得235啊，获得两个，可惜运气不好。选一个奖励，这个无所谓，这个不管它。然后经济单有很多，至尊福袋随机获得一个武将碎片啊，高级招募令两个。好、哦，这里还有三个，我曹操没有投，对，我曹操还没有投。好，再选一个投，问题不大。来，曹操，你的投来了，更换。好，更换成功。再来个下体，不是下装。好，23万战了，青龙剑还能再强化。OK， 强化了加多少？加700战力，一般般。怎么抽武将？我现在的这个元宝，我觉得没有别的用处，就抽这武将吧，好吧。来，我们直接抽，在哪抽呀？等一下，武将是在哪抽？谁告诉我一下？领取橙色任务委托，我先完成，对吧？快速选择派遣，然后花一点这个钱加速一下。好，这个就可以解锁了。啊，橙色以上，要橙色以上的，给我一个橙色的，橙色的委托哦，来了。100加速一下，开服抽奖也可以抽。好的，啊，主线任务先做。其实这些 VIP 其实挺重要的，副本还有开服活动。如果我充4000块钱可以拿这个榜一的话，我今天就充4000块钱，再多不太划算，不太好。我们先看一下，啊，鼻子有点痒。这游戏玩的，那叫一个菜，啊，给了一个孙策。我不要无辜的，有问题啊！给了个典韦，还行，典韦我已经有了。曹操记得留着，要留着。这里我再抽100次吧，花点这个钱，对吧？孙策是当然里边不需要，拜拜，别了。武将背包容量不足，我花20000的元宝抽武将，你们有什么意见？有意见快说。还有武将重生。哦，重生是什么鬼？好奇怪。可以和6级典韦，好嘞。啊，再分解一下，和一个典韦。哦，这里三个五国，我醉了。典韦我们升级，升星。啊，甲乙没有，这个没有，没办法。来抽奖，抽奖是在哪抽？铁匠铺。征战大厅，完，每日份不对啊，武将在哪抽的？我这个游戏玩了一小时，在哪抽我还不知道，有问题吧？重生可以改国家 ，OK。哦，吴国的重生试一下，你说的对，巨贤阁，蜀国的，啊，只有这个才能重生，我看看这个规则。100%返还进阶单及经验，对吧？3星以上流放后获得降魂，降魂可以用来兑换开服能力。好呢，返回1级星级不变。OK， 啊，其实就是把升级的素材返还给我，如果没有升级就没得返还。开服活动，开服招募，再抽。曹操要留着，好呢，购买。我就只能抽100次，大家商城能不能来个利索点的？别老的让我买，好吧？贤明状，这里是，我感觉这个其实还行。高级招募令，啊，1折，这只要1折啊，但这只能买一个。这个4折也买了，对吧？高级对宝券不买，战铁且五级这个买下，武将商店，哇，这个是碎片。这个是要通过别的东西兑换的，征召。我想要再买，买不了。不买折扣的不行吗？他这里还不允许我买。哇，这里又是50个碎片，我们再抽，购买抽。好，没有给。我这个运气太差劲了，又好几次没有给黄色的，抽的时候发白光的。武将背包，我这个武将容量太小了，我应该多流放一点啊。
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哎，我感觉这样的小游戏前期是其实还可以哎，没有一开始想象的那么差，对不对？好，差不多了，我这里五项就86个了啊，可以抽100个没问题。先去做任务，等等，我就抽啊20000的这个元宝，问题不大，肯定群凶最厉害。这里比的不是谁厉害，比的是这样的星级。我想第一天就搞一个这个9星的，对吧？貂蝉，流紫色先去合成。貂蝉好像也要升级，它是一个群，如果玩时间长肯定是要搞这个群英传的 VIP 奖励很多的。 OK， 好的好的，没关系，反正这个都要消耗这个元宝的，最后抽10次吧。噔噔噔噔，好了 OK， 走去做这个 VIP 任务，到时候肯定要转，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。这里可能还要花这个元宝去跳过一下这个关卡。来，快一点啊，大哥！我原先是100000战力的，我现在都23万了，肯定能挑战过好多关卡。29级解锁，我醉了！北征乌桓28级，皇城争霸。今天应该最多就到40级啊，90关领取，100关差了一点。这个怎么升我的等级啊？有问题，扫荡，今日没有次数了，扫荡特权得要买那个卡才行。完了，这福利基金购买就可以，我128元可以得到一个武将，还有690块钱的这个元宝，这个是要买的福利基金。哦，等一下，他分天给的，我偷，他是月卡，我有病，我不应该买这个的，我有问题。精彩活动，招募送礼，招募300个，完了，击败好礼领取，貂蝉，啊，浪费了128。魏国武将合一下，于禁和许褚，典韦，哎，武将好像又够了，我好像可以升星了。荀彧，这个灵统无所谓吧。右边寻宝，等等，这是蜀国的群英啊，这个可以合。张辽可以的，合一个，然后再来个李典，可以吗？啊，李典不行了，因为他需要的紫色的蜀国卡片不够了。不是说这游戏啊，到时候就100块钱，你们谁先转我就给谁。100不坑吗？夏侯渊，哦，这个还没有升到那个30级是吧？应该是升到30级之后可以升星啊，也不对，是40级可以升星吗？你看这个星星，夏侯渊的升星还没有解锁。啊，也不对，到40级了。啊，无所谓，先穿着，加了10000战力。典韦，一件装备。荀彧，这个都能加好多战力啊。这个游戏让我没有感觉到那种氪金的快感。什么叫做氪金的快感？我告诉你们，氪金快感就是我氪了钱之后，我能一路往前冲冲冲冲，比别人冲好远好远，然后能获得巨大的优势。但这个游戏好像不行，完了，我曹操真的升不了星啊，他需要一个6星的武将，魏国的打人。我这不就是被人吊锤吗？这里还给56个高级招募令，啊，这个其实也还可以哎。我好像真的不太会玩魔幻游戏。背包没有东西了，成装哦，招募礼包，给个2个高级招募令，29个闲状，然后使用一下，能招募好多东西的。哦，魏国不错。哦，又是魏国碎片，完了，我魏国武将来了，不会玩不合适。你很会玩这游戏吗？
现实礼包拉满。对，这就是挂机游戏，但是氪金能够大大的提升你玩游戏的进度，你玩一个月可能都没有玩一天厉害，但是我充钱充的不够多啊，我选了位，我今天一定要和一个这个九星的武将，哎，张柳碎片，哇，他都是位，很给力啊！哎，我觉得我需要的是这玩意儿，如果我有多余的元宝，我应该买这个东西。对，搞群雄的话，我肯定上不了宝，群雄英雄肯定更难得。李天，我就应该搞这个啊，因为我缺的就缺魏国的武将。现在知道怎么玩了，等下也不是可以升星了吗？我马上看一下，这里一会儿有好多武将都可以升星。跳过，啊 ，OK， 刚才没有去跳过，这个跳过被弹幕给挡住了。10个曹操本体应该够了，曹操本体没有抽那么多吧？这里给紫色的其实也挺需要的，这紫色能够拿去合成。哎，不够了。神秘商店啊，就这个，哎，这个要买呀，啊，他只能买一个碎片，这是群雄的，普通武将也买了，进阶单顺便买了，神器不需要，曹操升十还有三个，哇，我曹操有可能升十吗？先把这个碎片合一下，这个张辽有九个，那么夸张，然后合三个。给了一个张和、甄姬、张春华，五个，夏侯渊又是四个，牛。征召商店，征召商店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这游戏肯定就是还是蛮氪金的。我之前以为它不怎么氪金，没想到这种小游戏的画质一般还那么氪金，真的是伤了我的心。OK， 合成完，然后升星，张春华。来一个张合，再来一个五星的武将，对吧？来个于禁。啊，等一下，来一个典韦，两个典韦，典韦我已经有了，所以把它用了吧。好，加了1600，我现在应该是，我想想啊，怎么样可以把张春华拿来贡献给他呢？他这儿还需要三个五星武将，我想想，乌镇把张春华下来，对吧？然后现在曹操就可以升星了。哎，果然吃一个这个张春华，然后再来曹操留着，对吧？荀彧、许褚、夏侯惇、司马懿、于禁啊，张辽啊，差不多这三个升星，我的曹操变成了八星的，可以了，把张春华给吃了，这继续升啊，是185级，我其实那么牛吗？他们都是四颗红星，就是九级了，他们武将都九级了。下次先试完，试完的话，我不花钱，我根本解锁不了那么多功能的。其实得要花钱才能解锁，但是我试完我又不舍得花钱，懂吧？这个我必须升到十星，我才能超过他们。他们都九星了，我的天！这升星需要一个五星曹操，哦，还有两个，一个六星，两个五星。哦，我明白。这个也不是特别难，205级也不是特别难，它需要曹操就可以了。这曹操我不要乱用就可以了。升九阶时间要一个 OK， 哦，难受。这里29级解锁，怎么办？不可以用别的国家的。八星养成礼包198元，我这已经钱不够了。我觉得这里要不适可而止，要不就适可而止，要么。就再充个1000-2000的，啊，这游戏别充钱啊！我也觉得，他还要再升一级。我的夏侯渊能升星吗？他为什么夏侯渊升不了星？典韦呢？啊，近期等一下，典韦需要一个甲鱼。好，别充了。好的，听大家的意见。这里张合、杨修可以拿去分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上阵我看一下。杨修不要，没有2万以上搞不定。好嘞，把这里选一下，曹操、张辽、
真姬，哎，就是六个，上圣战力是33万，就体验了一次卡牌。好嘞，为魏国这个可以合成一个张辽，三星武将。好，星线鹰这个名字你们谁听说过吗？还是仙侠类比较好玩。还有一个夏侯渊，好，没有了，还有那么多，来个极限操作。我想想，我想再搞一个升星的，我其他这五个武将不要了都可以的。这升星需要于禁和甄姬，这升星是真的难。我今天如果再充500块钱，我觉得差不多可以解锁205级，然后再解锁的话可能1-2000都打住。30元五星养成，我感觉没有必要氪了。虽然我所剩无几，这个币所剩无几，但是我也不是很想氪。小乔升到6星，升不到了。小乔，小乔可以升到6星吗？升星需要一个小乔，一个灵统，还有3个五国武将。啊，这个容易，但是还需要一个小乔。他就是刚才那个648送一个小乔，然后拿那个去升到6星，再中剁手。好的，感谢大家的建议。今天这个游戏有点仓促啊，才玩了80分钟。本来典韦可以，我把典韦推了。哦，是的，是的，本来典韦是可以的。哎，但是等我想一下，我可以把这个毁了呀，对不对？我布阵，我把这些都下了，这个典韦是可以拿来合的，这样就可以合了。我找一下夏侯渊啊，潜能。这夏侯渊为什么不能升？张合、张辽，哎，这几个为什么不能升？可能有些武将他不怎么厉害。夏侯渊需有一个这个张辽，还需要一个夏侯惇啊！我的夏侯惇没有了，等我想一下。其实我现在的素材啊，就是有一个需要的没有，不然我足够了。足够升到9星，对吧？招募送礼，神明状，比武商店，神明商店，我看一下，比武商店，神明状啊，这个需要2000，假五星留着，哦，对，那个是假五星，是这样子的，没有错，这代价也太大了，购买次数用完了，宴兵这里，给的是这个经验，我其实只要这个卡，这紫色卡我都看不到，这些不需要，好了。哎呀，哎，这里还可以购买一下这个礼包，对吧？升星礼包没有了，征兆商店，就看一下我这个背包，20个招募令，使用一下。好了好了，咱换一个。好嘞，网管下机。OK， 没有这个令牌了。然后背包里还有另外一个东西，就是哦，高级对宝券哦，是这个邪名状，使用一下。恰好给一个我需要的蜀国武将啊，不行。对，卡牌游戏很慢热，而且打不了架啊，这个没有办法了。这家伙我没什么用处，合牌的时候我没有注意，真的是。太菜太菜！哎，这个还可以升级啊，更换一个这个，然后又加了8000。其实我已经比他们很多人厉害了。好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排行榜，我们准备下播了。我的天哪！奇迹绝尘，全体武将法防加300，好呆的游戏。我再去找一个游戏吧，然后这个游戏就到这里了。今天晚上如果找不着游戏的话，今天晚上就不上线了。然后我看下7万毫里领取一下，哎，哦，给了一个随机的，这个无所谓。高级招募礼盒基本上没有开出好东西来，
给了两个，哎，不抽了。好，你们是想要这个号啊，给我转100块钱，然后这100块钱我直接发到群里面，发到微信群里面啊，反正这个号我想免费送，但是想设一个小小的门槛，夜生活才刚开始，然后我就亏了800块钱。哎呀，那这个小游戏赚不了钱了呀。啊哈哈。